这盘棋下的实在是太激烈了，从头杀到尾，看得人大气都不敢出。下面请看精彩实战。红棋呢，长白虎，棋手出怪招，跳个编码。黑棋简单粗暴，直接架上中炮。红的上马，黑棋上马，红的出车，黑的出车，红棋进炮封车，黑棋请卒。红棋再把这个核武器亮出来。黑棋呢来个两头蛇，走到这儿好像是四平八稳，但是接下来就画风一变，红棋竟然选择了一手平炮对车，这不仅是对窝车，更关键的对完车之后，人家要打他的空头啊，这真是太疯狂了。黑棋吃掉，红的先来一将，黑棋补个士，红棋踩掉，黑棋也不客气，打掉。红的平车，很明显，下一招准备平边炮下底车，要车炮抽将。黑棋不慌不忙架上中炮，现在你敢到边上来，不好意思，打一下就把车给你抽掉了。那红棋呢，选择一手平炮，准备啊冲炮来。那黑棋直接抬车，红棋来一将。黑棋只有踩掉，红的杀掉，以后呢要死亡翻滚。黑棋先上个马，红棋来一将，黑棋下个士，再把士打掉，瞬间呢两个底库没了。下一招要退一将，将你拉住，然后呢再吃象，黑棋要丢子。那走到这儿，黑棋平个炮，将他拦住，红棋只有打象一将。黑棋上来，再来一将下来，这相当于把这个黑棋的领导已经是剥得一丝不挂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双方应该说对杀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，只能是硬着头皮敢于亮剑，谁怂谁吃亏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偏偏红棋就怂了，他选择了一手退车来守，那这招棋呢，就让自己的局面呢处于了下风。这个棋的正招应该呀打卒，打卒之后呢还没事，双方啊均势。如果说你上来准备这个冲炮来，那红棋呢可以怎么走呢？他呀送，这招棋出乎了意料，你一吃，他再来一手平车。这样呢，你这个炮呢没地方躲，你炮丢一个，你这一个空心炮可就不厉害了。实战呢，他退回来了，这手就不行了，高炮叫杀。你虽然说车可以垫，但是呢，你垫上之后，人家一上马以后，你这个车呢可就危险了。所以说呢，他就选择御驾亲征，来一将出来。黑棋呢来一手回马进枪，又踩炮又亮车。其实这个棋呢，如果说上马，那更加厉害。红棋呢先平个车，黑棋如果说在这里急于得子，踩掉这个炮，那这样呢是没有便宜的。红棋可以上马先踩一下，你炮走开打兵，他就一将把这个吃掉。你如果说退一步，那引诱一下红旗，红旗不可能吃你，吃你掉头一将受不了。但是呢，他可以先补个士，这样呢还吃了你的炮，这边呢将军还吃了你的马，还可以找回士子，没事儿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黑棋呢他不着急吃，他先甩车过来，现在这边吃住马，这边吃住炮。那你如果说上马，他呢？就可以退炮，以后或者说他打掉以后呢，有这个将军在吃马的这种手段。那在这里呢，一看这马炮必须要丢一个了，那不如死掉这个笨马，这个炮呢躲开。黑棋呢，在这里一将，再将，搞了几将过过瘾，然后呢，再将这个马吃掉。
红旗呢，现在呢，无子可动，他选择了一个病酒精，先活通一下这个变马，想让这个变马呢参与战斗。因为你要是这边将两下来吃这个，那你这个车呢位置太差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说在这里他选择打将，再将，然后呢吃掉这个马，那他把这个象一吃，现在杀士是个杀，你的上个士，然后呢他再退回来叫杀，你只能护住头，那黑棋呢这个足以过。你虽然说找回了士子，但是呢你的车马炮对黑棋没有任何威胁，你只能是坐以待毙，所以说呢他根本就来不及吃冲，那黑棋你不吃我就上来了，他上马，他先来一将，又在这里搞了个九九八十一将，然后呢选择上马，将小马抵住。红旗选择一手上士，就错失了战机。这个棋应该赶快把马呀标进来，把马标进来踩住炮，你炮走开之后呢再进车吃中卒，这个棋还可以抗衡，补了一手士错失战机，黑棋赶快退车。现在你再进马没用了，再进马黑棋可以炮退一步，因为他现在走成高车可以照头将了。那红旗呢就选择一手进兵，准备以后还是进马来踩，那黑棋呢你也别踩了，我直接退炮，反正你车不敢吃我，你一吃我我照头一将。红旗无奈选择一手回马，他不是为了对这个炮，他是想踩卒踩进来，那黑棋呢踩进去，红旗吃卒，黑棋呢走得很精妙，甩炮，你现在你敢吃我吗？你敢吃我又照头一将，回马一将就要了命，赶快下去。那他呢又回马，现在呀打住马了，中卒你也踩不到了，那他选择一手踩边卒，黑棋呢就上马一将，红旗下帅，黑棋再来一将只能上来，再来一将下去，再一将上来，哎，逮住机会就将你，然后呢再来一将直接上三楼。他是选择了进马，其实这个棋回马更加厉害，回马叫住杀以后跳将跳将，他是进马，他呢来一将，哎，光你将我为了将将你啊，然后呢选择一手下士解杀，他是来了一个花心线炮，也很精妙。其实这个棋啊他踩象更厉害，踩象一将，这个车马双炮四子连攻，实战呢花心炮，下一招进车一将是个杀，他只能进来，然后呢再把炮平开继续催杀，下一招一将你垫车把车一对，多子必胜，上个士，黑棋回马，下一招来一将你就只有送车了。那红旗呢走得也很精妙，上马，这样你一将我偏到这边来，你不能照头将，那他就过来吃马，马一不敢走，马一走照头一将是个杀棋，他就退一将，那黑棋呢就退炮解杀，现在呀照头是个杀棋，他也来不及吃这个炮，必须得护住头。那在这里呢他选择把马吃掉，红旗来一将，黑棋下来，然后呢他把炮吃掉，好像是个交换，但是呢黑棋回马一将只能下去，然后一招进炮，红旗呢也就举起手来。为啥呢？现在进车是个杀棋，你要是飞个象又把象一打继续催杀，那你就只能一将，然后呢把炮退回来，那他呢简单的进来捉死你也可以，或者说直接一将，然后呢把你炮一打，这样呢多你两个子，你还咋玩啊？